还有个 edit 的小视频，你接上了，加上，这头上可以加上，可以行。那它呢？这小花可以。好，加上已经在三个 edit 位置上，我们把这个拉长一些，向下拧一下，然后呢，这个呢，塞进这里边，这个呢，也给它塞进来，做一下现在的调整，整理一下就可以了。微信在最中间的地方呢，我们给它像这样勾一下，然后我们用这个发起来，就这样做成一个小花。然后呢，在脖子上，接下来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期待着你的回来，我的小宝贝，期待着你。整理一下呢，非常好看。